有很多人问我手相上有什么样的纹路是代表比较旺财的，今天就跟你们说一个钱财纹。钱财纹一般是在小指和无名指指缝中间的下方，如果有这样一道一道的细细的斜纹下来，这就是钱财纹。如果你手相的钱财纹比较多的话，是比较旺财的。钱财纹，我的私人微信是306-506-518。